来说噻，来，琪琪，第一个来念一下，路人。你需要我帮忙吗？哦，你需要我帮忙吗？路就是人，人就是路，路人就是人嘛，多年路不要管没来的。你需要我帮忙吗？海江国，哎，我不知道要去哪里了，迷路了。现在这样子的话，那有人问你，你需要我帮忙吗？你阿姑你路的啦，你姑阿姑你别不路的啦。这来安童说什么？来啥你？行了，安童说什么？行了。一个，我好像迷路了，好像听下来的给多迷路了，我能不能被听来的？来路人说什么也拿稳嗦。你要去哪里？那边端路来的，看是谁的安童。请问道士大怎么走？道道士士。大，啥片的？道士大怎么走？道士大，师大就是讲哦，我录这里讲。道士大怎么走？师大我不录大呀，来的。来路人说什么？来，钢筋啥说？你从这里完成就到了下一个路口右转。好，你从这里往前走，提高你修的这段，到了下一个路口，那人当然要比索引右转，你阿哥归来的。来，安童说什么？来，晶晶，右转就到了吗？听起来不远。右转就到了吗？你阿哥来当然要比啦，听起来不远，哪趟家啊？没是微不白的，来的马通。路人说：“还没到，你右转以后是海平东路一段，再向完一直走过来第二个红，啥叫门？红绿灯。红绿灯就看站十大了。”还没到，喵得不嘞？右转右的你要不要？等出来四声，等出来骂人。你右转以后，你要不要跪比着？啊，骗到骂人了，是和模糊，是个屁的喂，和平东路来了没？是和平东路一段，是哦，说说啥不了？是和平，不是过分。那、no, 是和平东路一段，和平东路来，那么的来，再往前哦，再往前是斑马的，一直走，是这的大路行。过了，第二个红绿灯，就是说你不管那酷喵幺路行的，就看见师大的，打算因师大过对比的。那安童说，我有这个吧？安童说，谢谢，我知道了。啊，记住这马的啊对比，你的中文很好，你有啥高难？我然后打中我帮我拍着来录。来，安童说什么？来，安童，懂我的来念，安童。懂我的，嘿嘿，你瞎说。谢谢，我是，能不能再告诉我这附近有没有地话机？好，谢谢记住点嘛的，我还得呀没多学一点，这个得 must 呀没做的意思，我还得多学一点。啊，喵喵等下欧美的，我不能说肚子说不要了，你丢啥高粱路不要来路。啊，喵喵累了等又要欧美的，能不能再告诉我，那个差别不要北南路呀么啦的，这附近有没有提款机？你拿嘛ATM 才是的啦的。来路人说什么？那个什么大逼大。路人说什么？从这里往和平东路走，好像没有银行，不过大部分的超市里应该都有。从这里往从这里的哪里往西的和平东路走。今天的和平东路都在大了一点，好像天涯上没有银行，办不起不了。不过这边买大部分的苗族啊，肉的哈，大部分的超商啊，苗族的 supermarket 嘛，里一天嘛，应该都有西楼里面的。来，安童说什么？那个
三星马人。你说的超想是7-Eleven，那就胜利商店吗？哦，你说的超商哦，你标的 supermarket 了，而且是 7-Eleven 不能够台湾吗？那种便利商店嘛，一路都在没有了，而且来路人说什么蹦蹦？Speaker，蹦蹦，Speaker，诶，小弟弟。这是好，收帮我到来。了吗？你请来坐下。帮帮耳好，机有留问题。下两个。是的，好的嘞。对了，这个么事，邮局也可以提前。邮局嘛嘞呗，不想透露呀嘞嘞。来，安彤说什么？蹦蹦，哦，不是，飘的瑞。我看见了那边有一家便利商店，谢谢，谢谢。哦，我看见了，我对面的那边爱迪巴马有一家便利商店，便利商店的生意也的，谢谢谢谢，记住点呢，不客气，阿们那玩呢，来，我们选两个学生，交谈天聊，第二个路人龙门，第二个安藤龙门，公路局啊，喏，来，Nora 路人，那个 Olivia 安藤，啊，单车票到，要注意一下哦。你需要我帮忙吗？我好像迷路了，你要去哪里？请问到是到怎么走？你从这里往前走，到了下个路口下一个右路转。口，下一个路口右转。右转做到了吗？听起来不远。还没到。你右转以后，是和平东路一段，再往前19，过了第二个红绿灯，就看见师大了。谢谢，我这到了。你的中文很好。Olivia，谢谢，我还得多一点学一点，能不能再告诉我，这附近有没有提款机？从这里往和平东路走，好像没有银行，不过大部分的超商里应该都有。你说的超商是 7-Eleven 那种便利商店吗？是的，对了，邮局也可以提前。我看见了，那边有一家便利商店，谢谢，谢谢。客气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短语和短文，那个生词部分我们都教过的。来，我们第一个句子，张大你念的时候要老师叫你念，你要 full stop 一个句子，三个的章就是说过拍的三个full stop 过吗？不 full stop 的章体有拍吗？所以 full stop 你也要入选，你可以停一路呀呗，full stop 你也没有，你一路没有哈。来，张大第二句呀啊，来，白梦九，马鞍头。开头下载了，把新的地修到手机里，现在地图。新的地图到手机里，把它找白白如如意，里跟跟白他，如里跟他在西班地方是到走附近，走。在附近走走啊，谢谢地图好用，不好用。好，咱们家朋友们，来，大家看一下，马鞍头啊，下载了，download 出来的，新的啊，对。地图咪蒙古张罗谁来的？比如到手机里，风筝嘛张罗谁来的嘞？他找多少人？白如玉跟他在师大附近走走，多少白如玉？就是说多少下？比如的白如玉呢？多少师大？那么多少多少级不？试三级的哦。地图好用不好用？都下载来的，就是张罗谁来的？你甭话东路高不高？多少米东几来的？来下一个学生来句啊，那个。
摸三，他们看着地图从学校门口，往右转哎过了和平，哎哎哎！往左转过了和平东路，就到了师大路。啊，他们看着都把记忆来的地图，没帮我记忆来的。从学校门口将我瓦嘎里，将我瓦的嘎嘎里往西都左转，白白归来的。过了和平东路，和平东路就瓦罗的，就到了师大路。师大路，师大人物要多热的。来，下一个学生来念一下，来摸。在师大路上，他们看见很多卖小吃的店，也有卖衣服，还有平东路的商店。日用品，然后我我们买的，嘿，他们日用品要比没有品，好啊，的。那在师大路上，你师大人不买的，他们看见多少就来的很多麻鸡卖小吃的店，小吃要那啥的麻鸡对的，也有那边要呢卖衣服和日用品的商店，因此为啥人呢？日用品 daily use 东边的必须要拿来对啊的，来下一位没得呢？他们经过两个小巷子，在右转，这边的商店比是大陆的多。好，他们经过多少角度嘞？两个小扇子，难道恁可交比多少嘞？再右转，你过来点看吗？这边的商店，第八个啥的，多少里个？比师大路的多，师大人嘛，事业啥里特着？妈的，这来这全部的来开森特来念，全部。门口下载人生的地图到手机里，他找吧，如意刚他在师大附近走走，试试地图好用不好用。他们看着地图，从水上南湖往左转，过了和平东路就到了师大路，在师大路上，他们看见很多卖小吃的店。也有卖衣服和日用品的商店，他们经过两个小巷子，在右转，这边的商店比是大陆的多。好，下一位老潘来，一个句子，三个纸张。他们逛了半天，白如玉他们觉逛得，了，等一下，他们逛了半天。他们逛了半天。白如玉觉得有一点饿，所以他们到一家面店，点了2碗牛肉面。OK。他们逛就是说，visit 礼拜的 shopping trip 的意思。他们逛了半天，对吧？你我老小白比罗的，白瑞觉得白瑞挺啊，有一点饿，那白啥来的挺呢？所以大张罗，他们到一家面店，靠山上的啥都阿比点了，偶然买来的2碗牛肉面，没到靠山上不会买来的，来票一来。他们一边吃面，一边看着手机里的地图，发现里面的不远的巷子里，不远的巷子里有一家卖背包的店。咱们家朋友们，他们一边吃面，都要靠在上一呢，一边看着手机里的地图，放了马西的谷歌麦估计来的，发现的是他们家罗的立马面店。靠车站啊，离不远的巷子里有某位的男的马屁的一家卖背包的店，周围有那啥的啥的，在哪一趟 OK？马鞍头正好想买一个背包，所以确定吃了面就到这家店去看看。决定，哦，确定冇决确定，定。所以马鞍同阿的正好各地位的想买一个背包，多阿的就为的龙为景点的各地位，所以大家决定吃了面就靠山沙比罗到这家山，sorry 这家店去看看，哎，你才多几几没的来，这一段全部来给我念一下，来，托盘狂，来了念一下。出版狂。嗯，知道。他们
逛了半天，白鹿也觉得有一点饿，所以他们到一家面店点了2碗牛肉面。他们一边吃面，一边看着手机里的地图，发现离面店不远的巷子里有一家卖背包的店。马鞍头正好想买一个背包，所以决定吃了面就到这家店去看看。好，好傻叉，木姐全部来念。最后，馒头买了一个背包，白如意也在附近买了2支笔和一本本子。馒头和白如意都觉得逛食堂附近的店真有意义，吃的东西和日用品也很便宜。意思。最后，那商家容忍马鞍头买了一个背包，马鞍头啊，周围的人回来的，白瑞也在附近买了，白瑞啊，你那么回来的，2支笔、薄饼、奶茶和一本本子早都回来的，马鞍头和白瑞都觉得马鞍头的白瑞尿了体呢，哦，逛师大附近的店。是在哪马些才牛小姐啊？哦，真有意思，都给你一堆些路看啥呀？嘞，吃的东西和啥的啥啥的呢？日用品也很便宜，东的比西的啊嘞，是不人嘞。来，我们第二个生词，上个礼拜有讲过了哈。我们今天 lesson two 的生词，我们今天来继续。你们要那个生词哦，要背好哦。你说没你们要怕啥？我们怕难了，对不对？他嘞，我怕啥？我怕开那车嘛。你有单笔嘛模糊，因为你这是你的任务，你打文字你啥子干嘛？所以不要我忘记。来，指着的意思说大爷。来，老师，我第一个句子，来学生来给我一二，第一个、第二个学生来念一下，来三刀。子杰，你子杰来我的家，你好，子杰，啊，再说一下，对不起。你子杰告白他。来，你指着来我的家，这是直接的一个字，大爷。再度，老师我们要把别对应到嘛，我们直接把玩对比来联系，哦，直接把玩，哦，直接把玩来联系，不会觉得就是 adjective 来联系哦，把玩了，不能来对东联系不？所以你直接来我家，张那你看一下，直接来就是把玩，所以你直接来我的家，你爱答应来给，好，比方说嘛，老师有叫那来没？老师，我你叫我来啊，我们来，因为比方说我爱叫嘛，哦，老师叫我来啥？没关系，不用，你直接来我的家，我爱答应来给。啊、哦，老师的讲话，但是你直接来我的家，因为我会先到家嘛，所以你直接来我的家。来第二题，老师讲呢，这个老师他不属于是 B1 meaning 不，但是老师还在 A2 上问嘛，都要特别 meaning 去 listening 嘛，老师专门不把不告白，告白就是 point 表，然后 point 表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啊？point 表然后表啊，哦，不是哪里 point 表变了，哪里要表变了，不是这个意思哦。比方说他们肯说你点我在的，他们咩，他表业务叫你啊。那是告，所以你为什么不没有告白他呢？不是告诉我，告诉就是说一个事情，给他啊、哦，我们大家都可以说告，就是告诉，好、哦，你今天你们告，咱们老师这样来，昆明有耶路你拿的啊嘞，他们立马受伤哦，就是说等下你这样你，你为什么没有告诉老师？那是告诉，告白就是说，那么意思啊，看他妈妈的，那么意思啊，就是那么意思，骗定了。哦，你喜欢这个人了？比方说你喜欢男生也是可以。现在哦，要过21世纪嘛，那是的亚洲客嘛，亚加利亚不一定是亚加利亚，明克利有朋友嘛，过去嘛，明克利来亚加利有告白路亚嘞。哦，不只是男生要告白女生，女生也可以告白男生。所以你只是告白他，所以有时候你喜欢这个女生，你没有告白她，那东亚把朋友抢走了，东亚就哇哦，你两家哇了，哦，东亚朋友不来个，所以你只是告白他，好、哦、告就是说破表了。哦，白就是说不要你骗你，就是说你已经嘛去了都骗不了，所以你直接告白他，你多大概骗不了。来，三四五都将来学生来念一下，来，念尾票。你有问题啊，直接找我啊！你有问题直接问我啊！你直接打你啊！你直接接打电话给我。我另外一句话打出来，直接直的二声，直接。哦，直接直接模糊，自然模糊了，直接。
你有问题直接找我，你妈别到哪去的，或者你妈没工具，或者你妈没这些事情，直接找我，那我拿下。怎么样？你得先答应喽。比方说，老师有 admin 或者 assistant teacher。当然，老师教的，老师们啊，你也可以问 admin 或者 assistant teacher。当然，当然也可以，你有问题直接来找我。哦，我来带你拿下路呀，老师有讲过了。第四题，你有问题直接问我，你妈没这些事情，我带你拿没？啊，这还在讲哪些？你家人都说没工不？admin 可以回答，啊，他们知道，他们可以回答。有的问题你不要说，你看他们教授的给啥？比方说我嘛不哈，你看老师有教了你 admin 多没？admin 他位置他不会知道啊，哦，他不知道这些事情，那就是这些问题你要直接来问老师，这样才可以的啊。就是你有问题直接问我，啊，怎么样的这些还在都行，老师这边也行。哎，就是说，老师有教了问了，哎。你老师写，老师别话了，老师硬骂写了。为什么你问同学？你直接可以来问老师啊。老师你领导硬骂写了，你就是说直接问。第五个，你直接打电话给我，然后他也碰上路亚嘞。哦，不用，我同样没这样路，你马上要看嘛，他也东路亚了，直接哦，三位没过嘛。来，不必一贵族不需要，我们 HSK sorry。A 1嘛，我们有学过需要，需要就是 need low up 的，不需要就是 don't need low up，所以读的比较高级的生词 level meaning 不必。三万嘛，100%的啊，跟侬对话里面讲的，不必的意思说 equal to 不需要的意思，low up。比方说，老师们那边有台风，不必要上课啊，不必上课，不需要上课，啊，你们也不需要上班。那就不必上班，我明天不需要上班，我明天不必上班，我明天不需要上课，我明天不必上课啊！当然可以说不必跟不需要，有些有限制的。东面你啊，你这种写，大老板对啊，你们来第一个学生来念一下，读来接下来。不是定义来了是，哎，第一题，我再一个哈。明天有台风，大家不必来上课。没听到，他那政府也没说了哈。以为是在是一他模糊。来，明天有台风，台风就是台风哦，台风就是台风。明天有台风，大家不必来上课。阿龙，我将拿着我们落布嘞哈。来，第二个学生桂梅。你身体不舒服的话，不必来上班。啊，你身体不舒服的话，你今晚你们刚不说了行的话，所以你们刚不说呢，不必来上课。上班啊，咱拿着父母路，来学生过来我家，不必焦急一下，来一戳。老师看到老师啥嘞？快一点，来，确认一下，不必焦急一下。你通透的话，不必来我家。头痛，头痛，某头痛。你头痛的话，不必来我家。来，一周。你不不的话，不要来学校。啊 不是老师。比方说，今天也站这样嘛，你看啦，没有老师今天也站这样嘛啦，这个是牛啊，没这样嘛喽，所以这个问题你不必要来问我，你不必来问我，我说我懂了，比方说，明明今天要站这样嘛，哎，老师今天要上课吗？那是废话，不没啦，所以你不必要，这个问题你不必问我哈，这种因为了东聋哑人，一戳快点，将来一都要比哈，我叫叫阿面穿我身上带阿们。好，你身上比较人啊，我们谁讲嘛？你身上太好，来教育他啥？万万就是说，累累的哦，万累累的。张大老师，我马上老师，台湾有三万嘛的户吧？老师立马一步没完了。台湾有一个老师就是说，老师比方老师们那个agent student 嘛，难怪就是 agent student 的课，老师讲交换学生。
啊，老师就是说英格兰多啊嘛，就是老师的 passport 有问题，老师的 passport 啊，你那 HR 特征公安你骗你啊，那老师就是说，让你姑娘手表没身上你啊不，交换学生就是老师把来说，什么嘛都不把嘞，交换学生，交换就是说，还是他还是 exchange 的，交换的意思是 exchange 的，交换学生就是说你啊，老师台湾有一种交换学生，嘛所以你要去，你将那老师追他了不？哦，那都是老师暑假找你约写哈。你要去日本，那日本要学生啊，谁要呢？台湾要找你，我讲话是找他谁要来嘛？那是需要学费吗？不需要学费的。那老师去年的时候，老师把了，就是说，去困难那班要不呢？老师吧，英格兰讲老师就是有三位了，申请 PR 不能 interview 呗。那老师要去英格兰找到东洋的老师的讲话，师范大学找到东洋老师来了。那老师要到讲课也不能，因为老师讲课的时候，老师不是不给啥了，那个啥给啥的，心里的有啥啥人给啥的呀？我大专教路没啊给啥一撇的，老师就是说短路没啊可以我呢，那我收的我们多，那多多嘛吧，就是说交换学生啊，就是 exchange student，那得不用学费，交换什么喽？咱们老师就是讲了咱们路意思说，你教嘛老师第一名、第二名嘛段路呀啦，教就是说 first second 数呀路不，蛮高的路不段路呀啦，不是喉咙有一百三百多了，冇教好学生。那所以老师换衣服的教授完了说，哎你来的讲到这个水平不呢？换衣服，来这个讲到来念一下，来我看着。我想换这件衣服。我想换这件衣服，你未来的，我来的看嘛，觉得太大太小，或是什么有破洞啊，暴露起的，还是有坏掉了，你不喜欢，那你想换？我想换这件衣服，有些店你未必话的，台湾有发票入口的，老师啥月可以洗，你是未来啥月？那你有发票的话，你可以换，但是你没有发票，发票丢了，那你不可以换的哈。所以我想换这件衣服，来，还有换的什么东西？来，再把这个来念一下，来，Ibradesin。都是买好了，都不能换东西来的。换东西必须来了，买好了就这小三年老说买好了，未必多比就输了呢。不能换东西，你未必在必须来路面路标啊，买好了就不能换东西。还有我们说换鞋，换鞋就是换鞋子的意思哦。盘来来的，那我们说盘来来的，三个嘛都要换鞋，换鞋的来的，盘来来的，来张大安国会来念。你等等我换一下鞋子。哦，鞋子就是盘来，所以你等等我。稍微 listen 嘛，看看老板，你等等我，你看看那老嫂，好，我换一下鞋子，我怕那来了我们，我那边多干你，你也怕那来了我们，你事业怕那么在路，我换一下鞋子，来，老师换钱，来将那第三的里将龙来去接啊，比那的来。比那的不要贵了，来。换钱，工具啊！换零钱，美金，我想换美金。啊，当会说我们以前说不想来的不，我想换钱。哦，把不想来没那么定，没必在值班骗没，新加坡拉骗钱骗没，他也不想骗钱，不骗也骗没，就是来的股票来找我想换钱。那大家也说不想来了，我你来钱的哈不，那时候你妈不想，所以我想换缅币。那美金多了，美就是美国，金就是不散，American 不散就是 dollar，所以换美金 dollar 来的，所以我想换钱，或者我想换美金啊 dollar 来钱呢 dollar 来不散来钱呢不，当然你可以说没人问的这东亚的要房，我要换钱，我要换美金哈，来赶快，三妈妈第一次弄我得查几查吧，赶快就是免来，然后说一二三四五，挨张写张大就去记啊，超速回来。游泳课，你赶快来车站，你赶快写作业，你赶快告诉他，你赶快去买游泳课。
悠悠卡，我们讲说 easy 卡，我们台湾要录取你，你这个你谁哪的老师第一次需要是悠悠卡哦，就是说挂国际卡新买、蓝卡新买啊、UBI 新买、Spring 卡新买，我们需要悠悠卡。悠悠卡是我们地方老师哦，Spring 系列、蓝卡系列、MRD 捷运系列卡嘛，老师就是说一个盖的盖哦，都不上车哦，都要盖的盖站务啊，老师这样比啊嘞，那就是说你要不老多，老多的老你不上车，他比较撇大不喏，悠悠卡，悠悠卡就是 easy 卡。来，所以你赶快来车站，你就是嘎给我面面啦。所以赶快那嘛，老师不管那边东路呀嘞，你赶快写作业，一张面面一，你赶快告诉他，告诉就是表表的，你赶快告诉他，你都面面表表来，你赶快去买面面多少位悠悠卡，悠悠卡面面多少位，来找那国外国家会计啊，来一桥操作啥叫我表路亚语了。亚伟老师，明天是我的生日，所以我请客，你们不必带钱。哦，你们不必带钱，这都现在了呀。来，一，赶快造句一下。你赶快去买，你赶快去买。冰水。好，最好是老师讲了，过一个办法，过一个办，我不叫股东了，过办法东南也高中嘛，老师要不给我运动了，他们是个比较主张嘛，难怪没。你赶快来上班。好，那三轮。妈妈，赶快煮菜。妈妈，赶快煮菜。好，六位票。啊，你赶快拿笔记本电脑。好，老派。你赶快去了。你赶快吃了，东路苗吃啊，对了，爸爸，你赶快吃饭。哦，你赶快吃东西，或是你赶快吃了东路苗呢？哦，亚来路亚人，你赶快吃，那么了东路苗，来出盘狂。你赶快起床，快迟到了。哦，你赶快起了床，快迟到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。麻烦就是 allow show me 这边。哦，老师说一个是动，为什么就是说前面是不耐烦嘛？比较第二的老师就是说他很遵守，就是说文化。就是说，不管是人嘛，爸爸妈妈、爸爸，我们都一万嘛，不要的路过了。谢谢，对不起，谢谢，对不起。你们觉得是俺爸妈，你们觉得玻璃表啊，路听的。但是一个是第二啥的呢？第二一个文化哈，所以就是一个不赖皮啊，然后妈呀，这是对妈的，谢谢，对不起，当门子啊，然后我们领的不，所以是卡表也卡嘛。我妈说，我说路行，我是呀，妈的有啥没也卡屁屁。啊，比方说，我今天没有去上课嘛，那老师问老师，哎，老师我们来帮忙，有没有功课？哦，老师。你能说这也懂吗？老师，我问一下哦，明天有没有功课？你看我这也难吗？如果是我不会有。老师，麻烦您了，明天有没有功课？老师麻烦你了，请问一下，明天有没有功课？比方说，老师麻烦你了，请帮我一件事情，可以吗？老师麻烦您了。一个是八大边的卡嘛，我们当然是利用的龙子边边它，龙兄咪随便，咱们俺路上的学医的卡嘛，利用俺那边龙兄咪随便，所以八大那边边边，就是一个文化的历你呢，懂了？所以不不咯，你俺当然啥拉没也卡没有嘛？老师没别人，你弄俺白的钱，就是说不中女的也太白呢，不中人家是哪一年？湖南不中你妈妈比钱超贵些，台湾钱是贵贵，就是你弄俺爱钱没白呢，咱们爱钱比你弄啥拉没的。当然，我不回答也可以啊。我你别问皮了呀嘞，我也不管你情的呀。但是老师变皮皮的，那是一种就是俺瑞是智力呀，多少斤，一个是文化不不咯。maybe 爱情啊，老师真的情皮没？哦，张大你啥不嘞？老师真的情皮没？老师他们啥的情皮没？老师一点情皮没？我哪有情点皮没？所以爱情嘛，你有我老师，所以你跟我老师事业都不掉，都要不掉不掉个。大家老师啊，别人哎，麻烦你了。所以老师嘛，我不都歪皮皮，但跟这种歪皮皮，各位龙啊，同事、各位老板、经理，都是我们说哎，麻烦你了。这个可以拿吗？我们比较会说一个礼貌的说法。来，这个叫他来念一下，没得呢。麻烦您，麻烦您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。好，麻烦你。
你好，老兄没事呗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俺那个没工作了，没钱了吧？没必要事吧？就是麻烦。来，张老师这个三个没工，哎呀，一姐，张大爷来，我们家大皮老师老师就是说，我也是到哪一种，我把咱那边没开哈，咱们就是说张大班次三个嘛吧哈，还叫那些老师仔细的了解，这个哪里不着，那种看啥不？讲到班次，就是说也他事业卡嘛，不能，就是说讲到你都疯了嘛，哎，老师你表了多少级啊？啊，老师讲到的，老师要 double 米啊，没都听的哈，老师的嘛速度也差了，七次。啊，读一下啊，多少七次？七次也得阅读的，你刚错多少的之前考，那就错叫老师写一下了。班次啊，比方说老师这是一他写一下不？好，读的一他的七次，所以你也那么嘛来把嘞，嘛说这点牙空，把不住这点牙空了，读一他错他的考语，哎一他读错他的考语，不是读一他那本，当然是读一他嘛来一他的这点牙空，他们这个车次的意思是读一他错他的考语，读一他了。啊，毕竟老师就是说开端白话嘛咯，白话嘛的哈的时候，老师一他的白咯，就是说两绿话嘛。啊，毕竟就是说对一他没有啥不，就是说比较侧重把一他没有啥嘞串埋起，读一他了。所以这个车次或是班次，就是说读一他错的轻，就是正一个孤独一边啥的哈，所以三文嘛，咱们第二个弄对啊，里面都不啥不啥嘛，没啦，三文不啥，所以班次就是说一他出的进度嘛，一他的被清楚嘛咯。好，来这个咱们来念一下，I've got sentence 里来那个，来看是谁的。你的票是哪个班次？哦，你的票是哪个班次？票就是那么，你那么个哪个班次？别能别整一转两百来不？比方说，这这这啊啊，还是西啊子，或者西啊那些，你念嘛两百片嘛？哪个班次？所以老师有他自己看嘛，过班次估计啊的喏，串麦请下的哦。老师说了行，他问嘛你申请有他自己不知道好像离开了过去的，哎，然后的话可以多啊，能考我有他自己能考哦，或就是说能考过能考哦。东考西补啊，嘛咯，好弄个老老古乱，这考西补嘞。所以就是说，所以一他这些看嘛，老师也是也看啊嘞。班次哦，马西密码输入，还有湖北地本码码输入哈。所以班次一他出得进，所以过来那嘛把嘞下，也说说DV star sign 嘛把嘞下，老师对比有记录呀嘞。来礼拜星期这个讲到阿龙地吧嘞，别没有特别他然后礼拜一过渡星期一的这边哦，礼拜一、礼拜二、星期一、星期二，来这个学生来念来，琪琪。这个礼拜你有没有空？哦，这个礼拜你有没有空？这个礼拜你阿拉不？阿拉来，老师还有线，说说阿鲁呗。线就是说，老师来教，来教，说说一他出的来教，或是家出的来教。你要白线的嘞，你也那么麻烦嘞。二号线，二号线，三号线，四号线，就是说一他出的来教我。线就是说，都嘛线里面一些，两张里白线啊里串嘛喽。就是打扰的路嘛，是三步嘛，一他的路，你也就是说，那么嘛嘞，一他嘞，三步嘛嘞，八嘞，二代，那么嘛八嘞，来，记忆这边落地，来将他这个全部来念一下，第李江龙来将他掉，来那个一个，子别子子别子，你别子，慢慢来，你指什么？鸡什么和子母呢？鸡哦，鸡一鸡鸡这边落地，别鸡没落呢，别鸡就是不要鸡的意思，没落呢没落呢。所以台湾嘛，你那台湾要你比较长大，你有没有常常听过这个句子？你别鸡慢慢来，没落呢屁屁啦。但是老师当然慢慢来比较，老师一万万先不要不会慢慢来，就是台湾路慢慢来比较，人家湖港的路比较不会。哦，啥玩意都慢慢来比较吧比较咯，你动作那么慢哦。对啦，这把老师比没得对，对啦，这把老师比没得对。慢慢来，就是你用屁屁的拉路比较模糊。哦，屁屁的屁屁的蹦蹦漏，哦，蹦蹦漏熟了比如啊，不是你用屁屁的拉路比较模糊呢。
比方说，楠楠老师讲的，你库今天 A one 单啥着的？今天你 A one 单不是嘛种？Sorry，对不起，A two 单不是嘛种啥着的？所以我讲你有啥拍开呢？你不会念，你们拍着胡，或是你拍着单串骂嘞，或是你拍着你的老师会怎么说？他你俺老我们打呼啦了，我你我们输，我会怎么说？马不如第一天嘛，first day 嘞，所以你别急，慢慢来。但问老师你有啥的呢？到哪老师呗？我不会说，我不会。那你老师要们，你别急，慢慢来路。比如说啊，AC 不老师要么老吧，老师 AC 不么好胡。你有啥玩意么路？一个是安慰的啥嘎达，马如你呢？你有你等别的啥嘎？还没，你在哪老你俩说，你俺老我们打呼啦，你有啥在哪？他啥在哪家？你没啥在哪？你有标准吗？数了吗？哦，我不会跟你说，慢慢来。啊，老妈来听你了讲没？你有没得得有点别人？你不他妈从楼上楼的，这不那不 OK 的。东北李八当你们这都说你有，你为什么还不会？你把路么这得了，你有标吗？你有不会说慢慢来路么标了？所以慢慢来就是你有来到山西皮皮李小开然后呢，我慢慢路标了，没落呢。好，你急什么？你把路把路马上，你看我，然后我站着的，站生娃的，啥么宝贝都有。哦，张大爷，你那地站的张大爷，老听跑着，你那那路把娃娃的，然后皮个一万八十三的站路，好，HSK 三的站路，哎呀我都请假，老师，video，老师 video 你宝贝吧哦，阿婆嘛站生的切切 video 拉张啦，你那会张啦，背到没去有，或者好，哦背到没去有，喏，好冰路，哦，阿婆嘛站三的站张大爷就怕了，老师 video 你宝贝吧哦。啥？阿库嘛阿丹生娃嘞，七千三啦，当年我的妈阿丹在当当当当当啦，所以老师说你急什么？等一下啦，你急什么？你白老你啊咯？啊急什么？来急，过完我家会计啊，我先让我们说。先让我们说。有的人让我挤的时候，我有一点紧张。有的人。让我挤的血，我有一点紧张。让我挤入了宝马瓶，我洞里面是有。他跟我挤的时候，哦，他跟我挤的时候，哦，他跟我挤的时候，我有一点紧张，哦，让我挤入洞里面啊。他跟我东安那哦，老热情嘛。他跟我挤的时候，我有一点紧张，哦。好，我们来讲的“装”的意思，“专业”这边就是说，讲的“加水”，就是说，哦，加转少，专业那边就是轻的这边要的。所以转机 transit airline，讲到欧美嘛，比较你台湾来的，你们坐直飞，直飞还是转机？转机就是说，班高跟你 transit 的，啊，或者说，马来西亚、马来西亚跟你 transit 的，或者说越南、越南跟你转 USC 的，那叫转机。我是坐转机的，哦，我们会说你怎么来？你是坐直飞还是转机？那我们比较会说我是坐转机的。我是做转机的，为什么的包呢？就是说脑表没动了呢。我是做转机的，转机公路，转机所理解它都没有的包啊，因为转啊就是 fetch，所以我是做转机的。哪个 transit airline CV 来了？哦，当然老师说台湾沙雕卡萨妈咪边的，我们都是做转机的，因为江南嘛不是还没去嘛，转机就是比较便宜。然后我都去干嘞，转机是啊，老师就是说没有什么麻烦，那么小苦过别的也是啊。啊，可能反正转机是啊，觉得不好，很麻烦，比如说学 PC 那机里头啊，老小的，我都去干弄好不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我们不会做转机了，所以转机，它当然是便宜嘛，好 C 波了，好，所以我是做转机的。好，我们转校招标的，好转标，我想啊招标群的怎么说来？招到怪物标记啊，来那个晶晶啊招标群呢？我想要转校。我想要转校，转学校那么标了，转校不懂了。我想要，我是我想转校，我招标群呢？哦，那招标没外一路标我们弄招的，一间房，就这样招到地下室，那招标没外一。我撞校，好的，我撞校过，我都撞比外校国过人会说已经喏，我已经转少了。了，已经。哦，我已经转少了。那张彪妈老师讲呢，都比外比，我已经吃饭了，我已经写作业了，我已经去了，我已经喝了，我已经睡觉了，已经就是 already 都比外比，所以我已经转少了啊，张彪比外比，所以意思哦，已经这边就是 already。
OK，转车，老师讲到加清晰的，或是阿妈的表示，老师都是转车路登陆亚的。那老师讲到苦，你阿英有来的？老师英啊，你要就是礼貌要来哦，往回了。那当然我们要去那个，我们要去动物园，台北竹子牛要来马去呀，要不要转车？当然要转车哦，我要转两次，我要转一次，哦，我要转三次。哦，表啊，我要转车，那加表示啊，没得表啦。哦，你加是为了这些嘛？你多咩目的有要吗？我要转车，哦，我要转车啊，加表示啊，就加表示的时候加嘛是都冇补喏。过多少钱的你啊？那都是太要补这个，那都是太死啊。所以我要转车。来，刚刚说的老师，Transit Airline 叫转机，Transit Airline 啊，Transit Airline 某 A，Transit 二好。直专就是直飞，大家理解一下。我们说直飞，说实话，比如直接的直说大家，所以直飞大家一点呢，是吧？我们说大家理解，所以老师说台湾比嘛比较厉害，老师都被有直飞，不要自己看一下嘛，不容比较不会麻烦呢。哦，太阳里多啊嘞，我说露宿的，然后台嘛说不嘛的说英语的，哦，当然是不是你那里讲的，而且老师记录在录下的，找老师说喜欢做直飞，大家理解。来这个讲的。就这样啊，学生来刚才咋说？是转机还是直飞？哦，你是转机还是直飞是吧？你也理应噶不咯？你我理是没说，你要转机啦还是直飞？你啊就是说，transit 啦，大概啦，你有没啦？来，巴士，啥么没讲？巴士就是老师啊，巴士噶，巴士哦，巴士，巴士噶哦，不，当然是老师巴士噶考了吧，然后公车嘛，然后就是台湾嘛，老师都是咖喱的。我那去台湾嘛，呼呼噜哩，公车哩嘛不卡啥，老说我地来呼，有家蹦在庙里看弯弯哩哩哩，啊路家没有巴士路口啦，巴士噶，来这个学生来念一下那个怎么说？我坐巴士来这里。好，阿巴斯加西比迪来啦，来市区，市区就是没有人嘛，哦没有人。啊、哦，比方说，啊，没有人骂你的，那你将他这个来念一下，等我的。你住在哪个市区？你就在哪个市区？你就在哪个市区？你看北缪天马里亚的北缪不喏？哪个市区？啊，老师说，嘛说，我说选新北市，我住在新北市。台北马里耶路，我住在台北市。那桃园马里耶路，我住在桃园市，啊，新竹马里耶路，我住在新竹市区，啊，动物园的市区。好，下车上车，来这个交到来 U 啊，大 B 的。下车上车，我快要下车了，我快要上车了。好，快要这边老师和 grandma 房，到没？呀，到没？我快要下车了，啊，人家刚刚生了，我们说你什么没打要看你那边，我快要下车了，我快要上车了，啊，搞不带呀，我们就是说你是因为人家拿了我们说的意思，我快要上车了，所以这个我们平常是给别人嘛，口语方面我们常常每天都在用。来，三木嘛把啦，江涛，那边说的也来，就这样啊，三星人马人，第三个，三个句子。台湾的交通很方便，这里的交通很方便，缅甸的交通不方便。好，我们上个星期有讲过方便哈，台湾的交通，台湾那边说的一个新币的，这里的交通，第二那边说的一个新币的，缅甸的交通，缅甸那边说的也是没有，意思是说，台湾嘛，所以老师有高速公路、海威那嘛也，缅甸这些的老师讲的塞车的比较没有那么严重，南北大道群里面说无哈，我们也嘛比方说老师也没有高速公路嘛哈，老师那个。OK，牛啊！哦，南北三对，就是说南北的啊，不然就没别路线。老师就是说没办法别的，别嘛，所以有很多问题，就是说交通。
好，我们这个是老师的第二个。老师上个礼拜教 grammar 对吗？我们今天老师 re repeat 嘛，教他啥口啥皮不懂嘛，教他要记得啥皮比较流行，但是呢，轻轻都不用一扯吧。如果上面出来教他老师，这样的你今天这那么这不你那都没别这样的同伴们。老师教他美工公布嘛喽，老师就 grammar 嘛，嘛喽 GPT 喽，表示三这里面一杯茶嘞，理解嘛，啥么事嘛吧。来，老师教他你明年的证件拿皮没？皮比较流行，可以下课了。这不我们家一车没，美工公司也没录 real rich，第二号 real rich 的直播的啊，讲的，老师讲的好呢，第一讲的对的，啥家伙老师 CB 一边嘛，哦，啥家伙这 CB 一边嘛，美工公布没录啊，讲的，老师能把你这边吧，数数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数数啊，过江西的，美工公布没录吧，哦，批站一边吧，来又得得一一吧，一边到路线啥一边这不我们家一车吧，车边到路线可以下课了，单身路亚。大批的挂物品，大批面品呢？